木板，你可以来啊。对哦，第一有没有？他一直把我婆婆赶出去，我婆婆想要回来，不行吗？这里是我们的地嘞，赶出去哪里？后天社区里，白衣男子跟邻居因为停车问题起了口角。不然拿木板防身，想要回家，没想到黑衣男子用身体把人顶到不停后退，最后妇人被逼到墙角，情绪崩溃，大吼大叫。南投县新街地区有民众指控一对兄弟党开车停在路中间，妨碍了整排的住家通行，甚至不断喝阻老人家进出家门，行径相当恶劣。该社区的巷道为私人的土地，因为停车的问题而发生纠纷，双方互相提出恐吓以及妨碍名誉的告诉。被指控的兄弟党低调不受访，私下透露是邻居用木板阻挡车辆，还有其他住户开车冲撞他们家，甚至阻挡救护车，大小冲突不断。现在20多年的老邻居准备对簿公堂。另外嘉义市也有瓦斯行货车违停下货。银色轿车开进小巷，发现前方货车几乎停在路中间，旁边还有连排机车夹杀，但轿车还是硬要过，在那边一退一进，最后还有人看不下去，出来指挥驾驶才放弃，绕道而行。解中部综合报道。